哇，好伟大呀、啊！就一见到就，哇哦，哇！然后徐老师出现了，天哪，我眼睛要瞎了。你说，大胆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凯，我在《迷航昆仑曲》里面演的是丁云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楚曦，我在《迷航昆仑曲》里面演的是无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阮剧，我在《迷航昆仑曲》里演的是楚风铃。大家好，我是王阳，在《昆仑曲》中扮演骆云松。请用一种植物来形容你旁边的人剧中的角色。植物怎么行？好话说。玫瑰。玫瑰。它像铃兰。松树吧。妹妹草莓。草莓水果是吧？我觉得它像竹子。竹节虫。竹节虫。瘦瘦高高。四位老师在剧组里第一次见面是什么场景呢？脑海中的第一想法是什么？就一见到就，哇哦。见到谁玩了？就是特别棒啊，特别优秀啊，然后见到大家，然后特别开心。嗯，我一开始我是先见到那个阮剧还有杨哥，然后就是觉得天哪，我们组的颜值真的是太在线了，都是帅哥美女，哇！然后徐老师出现了，天哪，我的眼睛要瞎了，就闪瞎我的眼，这万丈光芒，哎呀！我就见到说，哇，本人真的比镜头里面还要帅呢，比镜头里面还要漂亮，就身材真的很好。然后就是合作就觉得杨哥戏真的很好，因为之前也在看《叛逆者》，超棒，这部剧也很棒。不会说了。我第一次见凯凯是在开机的第一天，觉得很酷，冷冷的啊。很秀美，是一个贵公子的状态。然后见楚曦也是我跟这个阮剧一起见，我觉得冰雪聪明，一进来的眼睛精气神很强啊，很灵。然后妹妹呢，像我刚才说的草莓，酸酸甜甜的，很可爱啊。各位老师平时在剧组互相都是怎么称呼的？大家可能就叫我丁云奇什么的，他我知道就叫。你说，大胆说，你说呀！豹纹西，豹纹，他有一顶豹纹的帽子。导演取的，导演取的。我叫他妹妹。巨姐，一般我见的就是妹妹。巨姐。然后就豹纹西，凯凯，就哥。哥。听说剧组从服装道具到场景都非常的精致，在拍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小细节是让你们都惊艳到的？我们洛府有一架大钢琴，是真的，就是那种三角的木钢琴，说是专门找来，很贵的那种。然后整个装潢什么都非常，这有多惊艳啊！那个杨哥那身军装好看，我刚才有聊的，拿着个帽子，那个走的镜头。就我觉得这应该是每个男人的一个梦。凯凯有一件也特别好，丝质的。好。那件好特别。对，还有你的钱包挂腰上那个好看啊，就那个。那是我的武器。哦，对对对。手上那个。就他有一件真的印象特别深刻，就感觉你在参加时装周。好看的衣服太多了，他都好看，他的衣服，体型好，穿什么都好看。请用一个词来形容，这是你们拍过最怎样的一部剧？最热。的一部剧。于我而言啊。哦，这我拍过最多门派的戏，这是我拍过的在一部戏里边集合了最多元素的剧。哇，有深度。这是我拍过那个漂亮衣服最多的戏。如果给《迷航昆仑虚》这部剧改一个名字，你们觉得改什么比较合适？昆仑虚在哪？爸爸去哪了？谁杀了爸爸？爸爸是谁？谁是剧中最凡尔赛的人？不。谁是剧中上山最高的人？谁是生活中最自律的人？谁和剧中角色反差最大？
在生活中我是一个比无双更乖的人。剧中最受欢迎的角色是爸爸，无双，我觉得是无双。他。哎呀，不分你我了。我。你们最喜欢剧中哪个角色的性格？我希望你们能够越来越好，然后顺顺利利，平平安安，健健康康，发财发财发发财，哎，你们懂的，我要去吃西红柿了。谢谢你们一直陪伴我，希望你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心情好，吃麻麻香，还不胖。希望你们每天过得都比我好。哇，好伟大呀。以后那个采访不要把我跟那个哥放在一块了，每次都被秒杀。我这个嘴就很多余显得。